就前两天拍了一个戏，我印象特别深刻。我在这个戏里没有笑过场，然后和小秘书演了一场戏，然后把我演笑场了。Just you know why? Why you love me? 听到？小秘书笑场，散发出一种浓郁的那个异样的气息。悄悄的。瞧瞧，你看这个就是有点问题，还是有点问题。真的是感谢我们的肖秘书的陪伴啊，在剧组里面细心呵护的照顾。他太爱吃了。怀疑他健身就是为了提高新陈代谢，让自己更好的吃。盯很久了，是不是盯很久了？但你这一开始就开心吃啊？豆哥，这个有备用吗？不要了，我蜂蜜味儿都不一样的，没事，帮你节约点。我还有，我再吃一个。麻辣龙还有吗？那你给我留两个，你留几个备用吗？嗯，